考暑假。老实话。哎。好，今天我请到这位这个特别来宾的评奖奖，他本身呢天生就是个明星，他不但呢外形好，身材好。歌声的歌是不在话下，戏又演得好，一下是名主持人。哎，我们来看他的小档案，请看。陈美凤，一个令男人羡慕、女人嫉妒的名字。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的美貌下，据说还有点智慧。今天就让咱们慢慢的审判她、解剖她吧。耶，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叫陈美凤，欢迎陈美凤小姐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各位同学还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美凤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外形非常的棒啊，条件呢相当的好，谢谢，身材又没有话说，应该追你的男朋友不少都排队吧？没有啦，所以这是种错觉。真的，所以像我们这种真的吃亏了。其实我们像这种这样，人家反而不敢追我们，你知道？哎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说，好像我们应该很多人追，所以反而都没有人来追，所以我目前还是单身。不过我听说你这个交男朋友好像都是这个变化很大的，啊？朝三暮四啊，条件会浮动很大，一下要这样，一下要那样。不会，我觉得每一个阶段认识的人会不。真的，我还没讲完，每一个阶段认识啊会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阶段的想法不同。那么，而且其实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哦，真的很难很难认识啊，真的很难。他说的不是老实话，那看看他以前的条件是怎么样，变来变去啊，来，请看。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的型就是你这种型，什么英俊潇洒我通通不喜欢，像你这种最好了。有一种男人，稍微讲一点笑话怎么样，尴尬，他耳朵都会红，脸都会红。哎呀，这种女孩子会觉得说他最可靠了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！你们这个单位太厉害，怎么会找这么多的片段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标准嘛，就两个，对着诸葛亮就说：“这是你这型我最喜欢。”哦，然后碰到比较帅的男孩，讲话脸红，就说：“我就喜欢那种讲话脸会红，我就很……”我问你，如果你看上一个男的，很适合你目前 ，OK？ 你目前这种条件水准很投缘，而且有正当收入的薪水收入啊。你会不会主动去跟他搭讪呢？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要被我外表所骗了。那事实上，我这种外表有时候也带给我困扰。他老是把很多借口推到他外表上面，少来这一套。我们要有证据，来看他怎么搭讪男人的。像这样的男孩子，比如说，那我去摸我觉得他对他印象不错的话，那我想去搭讪，那我就找个理由啦。找个理由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帅哥，请问一下。我不晓得现在几点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看到没有？如果那个人喜欢主动去搭讪，他就会想些问题。帅哥，请问现在几点？哦，那是因为这仔细说，在很多人面前我可以这样子很那个，但是如果真的私底下没有什么人，就那根本搭讪都不用了，是吧？不敢啦，真的都是很被动的，真的啦。亲爱的，啊，你太厉害，你摸摸他就站起来，不代表他也打散我们的树啊！哎呦，这是别再了，亲爱的，站直啊！你很奇怪，这戏是凭良讲演的不错了啊，就是金钟奖共估而已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主持也不错，可是呢，唱歌好像是你所有才艺当中最好的样子，最好的，可以说实力派的唱将。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但唱的好不好我不敢，当然一定是。我还没讲完嘛，那演戏共工的对我来讲，其实呢也是玩票性的嘛，但是周遭的利益对我来讲已经收获很大了，观众的肯定我已经很高兴。那主持节目还要跟两位多学学，是八哥，那也歌唱，那其实我有兴趣，表示当我也唱得不错啊。你也唱得不错吗？当然了，我还出唱片呢。工地秀找你就是因为你唱得不错吗？都有啦，因为我戏演得不错嘛。哦，不能这样啊。真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就聊到你封闭秀，为什么要找他上？为什么？看帮请，因为台上很多常常有时候唱歌合音唱的，但是呢自己本身麦克风并没有开。台上很多常常有时候唱歌合音唱的，但是呢自己本身麦克风并没有开，但是嘴巴还是唱，然后声音照样。对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原来
凤姐的都是合音代唱的。我说别人，那不是我，是别人。我说别人，我们有一个习惯啊，听说江蕙她说，哎，喷一种西瓜霜，哎，要唱歌的时候嗓子会很好，会比较开，所以我就没事呢，也跟人家这样喷。有一次阿芝也在喷，然后该她上台了，她就开始喷了。后来我忽然就发觉，我就问她，我说阿芝你喷了干嘛？这样唱歌比较好听。我说问题，你麦克风也没开啊。哦，习惯了，不这样喷我就没办法上台。他们也都唱不错，只是麦克风不敢开而已。好，同学们没问题啊。来，我们同学们问题。可不可以请他透露一下，他工地设计嘛是？哎呦，这个是比较敏感一点的、啊。这个大概几位数好了，好不好？几位数啊？工地休假，我们还扣税耶，车马费，然后你上工地休扣过税吗？这是讲给国税局听的啦，请赶快讲，要不然数真的起不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没有扣税啦，没有扣税，实拿的啦，实拿的啦。几位数？个十啊？大概六位数。个十百千万啊？对了，最多这样六位数，四五位数之这样。哎呀，是那好，以后我们都要凑你钱，四五位数给你，你跟礼拜天到我们家唱给我们听。我可以啊。你出得起，我出不起。好，你们不要谢谢陈美凤到我们节目当中来，我们准备个礼物送给她。哎，你解释一下，这我不懂了。包的好漂亮哦。今天我们送给美凤姐的是连剑。哎，也就是桂圆，为什么送这个东西？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讲啊，哎，我们希望你早日觅得如意郎君，不要七剑不剑，剑起的鬼连剑。谢谢，谢谢同学，谢谢。谢谢陈美凤。好，我们在一定要里面休息啊，继续收看我们的单口相声联欢。